今天收到了积分兑换的礼品，谢谢各位工作人员哈。明天上图，晚上做的这个面筋味道真是不错，做法也很简单哈。五香炒面筋的做法步骤：一、面筋提前用手撕碎，用水冲洗一遍，五花肉、胡萝卜切片；二、五花肉片下锅煎至出油；三、加适量油，加入葱段和辣椒炒香；四、加入面筋和胡萝卜片翻炒，调入五香粉，撒适量水以防焦锅；五、加盐、鸡精调味即可出锅。